子豪2001年只身来台发展，发行了首张同名 EP， 接着主演偶像剧《再见萤火虫》。随着戏剧播出，强打袁耀发主唱的片尾曲《亲爱的你在哪里》，因而得到了出专辑的机会。可惜歌红人不红，2007年改名袁子豪再出发。这一次选择再来台湾参加比赛，就是希望有一个重新的开始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带来的歌曲，希望大家会关注我，无论输还是赢，我也会尽力而为。忽然一场阵雨，世界所谓无言，你熟悉的侧脸，回头就在眼前，一分神丢了手里烟，坠落了燃烧的岁月，让画面再接回从前，省略了昨天的昨天。后来的你好吗？有比较快乐吗？我应该高兴吧，却又说不上话。雨打湿你右边的肩，泪划过我左边的脸，这就是唯一的关联。当爱是仓促的句点，你曾是我吻过，我爱过也伤过，拥有过却错过的，竟然这样太残忍。你现在总是可以保持陌生，你吻过，你爱过也恨过，拥抱过却错过的，竟然我无能过问，没权利再问他是否对的人。好，你会不会紧张啊？现在有一点，有一点啊。哦 ，OK， 声音有一点点不是很稳定哈，因为你可能唱现场的时候，你习惯这样控制麦克风，可是因为录音室的麦克风比现场更灵敏，所以你现在移动的距离啊，有一点太大，够是吗？不，太大 ，OK， 太大，就是你有时候退，哎，就退到太远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听就一直被有点被干扰到，就是你就会意识到说你一直在移动，那这个有点可惜，不过是还好，因为你表现的还不错，那只是这是一个小下降。被评审点出声音稳定度不佳的袁子豪，情绪降到了最低点，落寞全写在脸上，失落的离开录音室。